嗨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回到新一个维多的视频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一起做一个面对未知的事情，希望它有一个最好结果的冥想。经常呢，跟大家讲一句话，就是想要这件事情按照你希望的方向去发生，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想象它已经发生了，并且呢，先送出你的感恩。OK， 所以任何时候，当你觉得不知道一件事情会怎么发展，你希望它是按照最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就回到这个冥想的视频里来。好啦，现在让我们先顺一顺气，感觉一下你的能量的核心在哪里。比如说今天我们是一个很短的冥想视频，你甚至可以站着做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吸气的时候，你就想象着我给你一朵你最喜欢的花香，凑到你鼻子跟前，然后你就啊，这样你就自然的做到了腹式呼吸，然后把它啊，带着爱吐出来。所有你带着爱吸进去的气，你吐出来的时候，它也是带着爱的。你带着什么情绪吸进去的气，就会以同样的情绪吐出来。所以之后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啊，再说话，你的语气就会充满爱，充满善意，让人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。好，几个呼吸以后呢，感觉你的能量可能本来在头这里，在焦虑着呀，这件事怎么做怎么做，会不会完成，现在你就感觉啊，随着你的呼吸一点一点点降下来了，哦，降到肚子这里了，降到丹田了，这个事情感觉已经十拿九稳了。啊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平静的，我都是可以沉得住气的，我相信宇宙，我相信事情发展的进程。啊，然后现在也把你的肩膀放松下来。有的时候我们担心一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肩膀和后背都是很紧张的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先放松一下。吸气的时候，感觉你的肩膀慢慢往上升，升到不能再升的时候，屏住呼吸，一二三，然后呼气放，用重力自然让它下落啊！再来一次，吸气，闻花香，一二三，然后呼。感觉你之前的那些担心啊、恐惧啊，都让他们离开你的身体，可以甩甩手，啊，走开走开，可以再来一次，吸气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，释放释放，啊啊啊啊啊 ，OK， 然后晃一晃你的后背，让你的灵活回来。OK， 感觉啊，后面的这些气血开始重新涌动了，你是一个通畅的人。OK，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想一想，闭上眼睛，今天我要做什么事来着？好，现在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会完成的怎么样啊，但是呢，我选择
去想象着它按照我希望的方向去发展。我知道凡事发生都必有利于我，今天一定会有很多的惊喜，很多的好事儿等着我。我知道好事儿正在发生，正在来到我这儿的路上。 Good things are coming to me. Good things are coming to me. 啊，你就听着我说的这些话一遍一遍的进入你的潜意识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去想象一件你今天要做的事。好，那你希望这件事情以怎样的方式来完成呢？想象着所有的人和事还有时间都会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去发生。带着微笑去想象每一个小小的细节，就好像去回忆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情。啊，帮我的那个人他真的好 nice 呀，他当时对我真的好专业，好细心，好有耐心呀。或者今天我的客户，哎呀，真的是太好说话了，真的是太为我着想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好，想到这个画面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对它来表示我们的感恩了。我们就把右手放在心脏这里。心脏大概在你靠左胸的这个位置。嗯，你就想象着这个事情完成的那个很美好的画面，说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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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我知道一切的发生都是为我而来的，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，每一天都可以是充满奇迹的一天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有可以从里面学到的东西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感觉到你的手和你的心这个时候都变得热乎乎的，暖洋洋的，整个人呢啊，好像就是轻飘飘的，有一种非常非常高的振动频率。那恭喜你，现在可以慢慢的睁开眼睛啦。那现在的你呢，就是处于爱还有感恩的最高的频率上。现在不管你做什么，你都会被这种磁场包围着。啊，看起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难事和完成不了的任务。遇到未知的任务就先感恩，今天大家做到了，很棒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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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突然发现刚刚那个角度，双下巴有点明显，就是我没有什么双下巴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嗯 ，anyways， 下次把相机架高一点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凡事发生都能学到些什么。除了视频之外，还可以在喜马拉雅上听，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看到我的日常和文章更新，
还可以加入维多之家的微信群，还可以和我预约一对一的专线视频聊天，他们都可以在简介里找到。我和你们下一期见啦，拜。